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或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心妍甜甜。SNH48!
You don't know where I come from. You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You can't catch me. You don't know who I am. We'll be right back.
大家在周五的晚上来观看我们的公演。今天的 MC 话题是你最舍得把钱花在什么用途上，那么就从珊珊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江山，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头号新闻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每天都吃很多东西嘛，就每天你都要吃东西，所以你每天吃饭都要花钱。但是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什么的，你就不一定每天都要买东西，所以你不一定都要花钱，所以就是吃。对，就这样。耶、yeah, 谢谢耶、yeah. 冰山美人。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一片云鸿飞，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头号新闻公演，谢谢耶、yeah.谢谢。好，然后呢，我把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钱的人啊，我知道我把钱花哪，花在机票上面，然后就很多的就是钱嘛，就是买机票啊，来回这种，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什么要用钱的地方，因为虽然我现在成年了，但我还是个啃老族嘛，然后。就差不多。如果你实在想不到把钱花在哪儿，那我向你推荐我，你可以花在我身上。我花哪儿呢？就我交给你帮我理财吧。可以。然后来给你投资一个叫做魔点的 APP。哎，你把你的工资给我，我把我工资给你，我们俩互相投到。我名字比你高，我工资比你多。这孩子咋骗不着呢？但是我们这样的话就合理运用嘛，就把你把你的工资投到我的摩点里，然后我把我的工资投到你的摩点里，怎么样？然后你们把工资投到我们的摩点里。对，就是这个样子。谢谢大家。耶、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酷酷喵，请大家跟我一起说酷。大家好，我是杨一卓，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 yeah. ！在那小绵羊，谢谢。小绵羊，谢谢。然后关于投资这个问题啊，不是投资，花钱。就是花钱，希望就是可以花到，能够赚更多钱的地方。嗯，说到这个，是吧？对，但是我有这种想法，可是感觉我就是测试了那个支付宝的，我是什么用户？他说我是那种什么需要极度安全的用户，就是不能花在高风险的那种东西上面，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对吧？就和我们一起投摩点里啊！我跟你讲，你今年投进你的摩点里，明年你名次升了，是不是更多钱？真的，你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哦，对不对？稳赚不赔的买卖。可是不是投的人得到钱才叫投资啊，不是投给你，你就是有钱。他是他工资高是他有钱，不是我投给他我有钱。但是他现在说是他要有钱，又不是你要有钱。对啊。可是就算我投给你，我也没钱。哦，就算我投给你啊、哦，你也没钱。你会有钱的。对，说到投资，你有投资吗？怎么可能啊，投资不能乱投资的。苏大强那件事件没苏大成没有看吗？沈大成的朋友吗？是谁？你没有看啊，最近很火的电视剧。没有。哎，挺好的。你不是在学习吗？你怎么在学校看电视剧啊？哎，对，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家好，我是 SN48 Team H2 蒋诗英佳佳。耶！把钱花什么地方，就我以前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花在就是吃啊穿上面的，但现在我觉得花这些地方没有用，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花在那些教辅书上。哎，我跟你讲超有用，因为我现在每次都问那些学霸，就说哎他们怎么会这么好，是因为学了什么，比如说看了什么教辅书嘛，然后他们给我推荐三四本，然后我淘宝上买。我上次我跟你讲淘宝上我上次微信只剩了25块钱，我在纠结到底是买个饿了么还是买个教辅书，结果我买了3本教辅书没有吃东西。天哪，我真的就是为了努力考上。哎，怪不得瘦了，我还以为你能把那3本教辅书吃了呢。没有，对，为了自己目标嘛，对吧，不要老投资在一些吃啊穿啊抹点啊，不太好。就教辅多学习，多学习，对吧，洪佩云，看没知识，脑子没知识当什么偶像。哎，我这个很好，我脑子很好的好吗？看不出来。好，谢谢大家。Yeah.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徐涵，大家可以叫我乌龟。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耶、yeah. ！小乌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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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关于那个。把钱花在什么上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年吧，我经常买很多衣服，然后就是会去逛街，然后就会忍不住会买很多衣服入手、哦、每次都想说自己啊不要买了不要买，买太多了，然后还是会买很多衣服回来。就然后更可怜的是，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朋友发微博说你可不可以换点衣服啊，因为你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我就很难过，想说我明明就有换，然后那天握手会我就专门换了衣服，然后明明不是很冷我还戴了围巾，想说这样看起来会多换一点，我说，然后他就帮我想要我照片的同学小朋友他就过来找我，他说，我说你看我换衣服了吧，他说你没有换裤子。我就觉得好难过哟、哦，我已经很用尽心思的在就是打扮自己。不是，你说人家不换裤子，你不会买一点直接送过去吗？你说你给我当场换，就是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买的衣服好像大家就看起来觉得差不多，可能就是会这样子的困扰。所以我觉得买这些东西，可能你买这个衣服穿两天然后腻了就不想穿了。我知道，你就买个裤子，然后买100种贴纸，然后每天换是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买这些衣服就是会不喜欢，然后买吃的然后也会吃掉就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钱花在和你喜欢的人的经历上面，比如说一起出去玩，或者一起出去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跟你的小偶像共同努力。也不是啦，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可以创造美好回忆的东西都是很值得投资的。就这样，谢谢大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 的袁一晴，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然后说到就是我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前段时间我准备存钱，然后呢其实我就觉得只要就是准备对啊，就是19岁了嘛，要开始存钱了，我要准备那就不说存多少，然后呢我就觉得只要吃好穿好就行了，然后就不要买多余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接下面一排的小伙伴讲这个 MC 吧，谢谢。耶！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郭爽，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头号新闻的公演。耶！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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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其实这个话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本身也没多少钱。然后，我以为你要说本来我就不差钱呢。没有，毕竟不是林淑琴。然后，但是我觉得最近我应该是比较花到吃上面的比较多。哦，虽然我把花钱花的在吃上的比较多，但是我也在努力减肥。对，就这样，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atch 2的沈梦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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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其实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我也想办一张年卡。我算了一下，我花在迪士尼里面的钱大概有多少钱来着呢？多少钱一张门票来着？400块吗？谁知道？周中300，周末500。你很了解，我去了8次，大概有2400。然后其实吧，我算了算，还是办年卡划算。当然，这不是一个迪士尼的广告。如果说迪士尼可以考虑让我们 H 队的妹子来代言的话，也是个很棒的主意。我觉得投资在 H 队身上是非常划算的。希望。迪士尼的支持梦想不需要回报，对，因为我觉得迪士尼也是一个可以带来正能量的地方，对，相信梦想。谢谢谢谢。耶！不管晴天雨天都要带上雨伞哦。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宋雨珊，谢谢。耶！宋雨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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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这个问题怎么说呢？钱，刚听到了什么笑声？钱花在什么地方比较舍得？其实我花钱是一个非常看心情，还有我喜欢的那个这种情况的一个人。然后我可能买了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虽然我舍得，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你比较喜欢花在提高，你笑什么呀，姐？你比较喜欢花在生活品质方面吧？就给自己买什么汗蒸箱，你们敢相信吗？一个黄色，它坐在里面，像是在一个金黄的感觉，它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它是包子吗？对，就一个两面煎至金黄，就只有一个脑袋在外面，你知道吗？还有我们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在外面给他拿这个拿那个，然后他管子掉了，哎，帮我插一下。然后他还喜欢买什么洗袜子的洗衣机，有必要吗？就是、哎、我也买了啊，对，就是就是很懒啊，就是有一个小的洗衣机洗袜子很方便啊。还买什么小的饮水机？哦，原来我买了这么多东西。还买了，你本来有沙发，你还买了一个单人沙发 ，why？ 看书用的啊，还得分类嘛。哇，玩手机是不是还得专门买一个沙发？嗯，摸猫再来一个沙发，梳头发再来一个沙发。没有没有那么讲究啦，就、哦、嗯、哦、现在我记起来了，好，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齐雨珠，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头号新闻的公演。耶！谢谢。谢谢谢谢。我姓戚不姓姬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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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就是你知道怎么说吗？你不知道，我来帮你说。你说假发。我也不想的好吗？你知道吗？我那是真发。假的真发、啊、假的真发，你知道吗？有一次你来我房间，你把那个假的真发放在我的沙发上面，哇，我那天我半夜起来，我看到那个东西，哇，吓死了。哎呀，我也不想的，我要是头发长得快，对吧？我又不像费清源头发长那么快。哎，就是好，我就不该让你跟我说。我觉得打乱我的思路。我最舍得花钱的，实话正经的，就是还有不正经的、就是、哦，不打断不打断，讲一讲，是我脑洞太大，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正经的就是比如说女孩子爱买的什么衣服啦、裤子、鞋子啊、化妆品啊这种，然后然后猫的那种用品是我最不乐意花的，但是又不得不花的那种东西，好像就没有了，也没有不正经的啦。你以为有什么不正经的？你说说看。我那你帮我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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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看。好好好。好，那我的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充满爱的魔法。Oh my little Luna。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林楠，大家可以叫我 Luna。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队的什么？啊，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对。耶 ！Say no。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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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女生嘛，七情六欲里面肯定是购物欲是最强的，然后七情什么？七情六欲里面购物欲是最强的。然后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就是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比较喜欢花时间在打扮自己上面嘛，就女孩子嘛，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什么亮亮的眼影啊、亮亮的唇膏啊那种，就是我会想办法来奖励自己，比如说啊，今天天气很好。我应该买一个眼影，叫什么？心情不好，应该买一个眼影。对，就今天出门打到了一辆很干净的出租车，必须表扬自己一下。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个就是比较少，但是就是总是会给自己奖励，然后弄得我就是因为我是男粉丝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跟我的男粉丝握手的时候，一般如果看到我这种就是兴趣很高昂，那我们一般在讨论口红色号，然后。对我，然后后来就是我的那种男粉丝都会开始买口红，他会跟我就是平常跟我，我给你看吗？就跟我，你看我今天的口红怎么样？就大概是这种，对对对，吓人吧？就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色号不错，很显白啊，就是这种话。然后有时候就之前就是有那种男粉丝嘛，就是来了以后就是脸上有一个什么。就可能擦了什么东西涂不均匀，我说你是擦了防晒吗？有点涂不均匀，说不是啦，我这个是隔离啊，然后就是这种就觉得好像被我感化，不是感化，就被我改变了一样。然后说到就是经常喜欢买的，还有我经常不喜欢买，就是也不是不喜欢买，就是我的时尚触觉永远触及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买裤子。就我买的每一条裤子都会被吐槽，就是什么不好看啊、老土啊、为什么夹棉啊，就是这种。然后我就是我不是很少很少穿裤子嘛。有一次我难得下班，不是我难得公演完去罗森，因为我一般就是公演完以后就是我的待机模式，然后等到可能晚上直个播就是一个安可营业嘛，然后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就是往外走。然后有一次我去罗森，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穿了一个裤子，穿了一条很普通的长裤，然后就有一个粉丝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些质问，他说林楠你为什么穿裤子，就是这一种。对，就是他就是我觉得我们粉丝脑子里就是有一点会执拗，就是很固执，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你就必须是什么样的，就可能也不是这样，就是有一种习惯思维在里面。就像有一次，就是说到这个，就有一次我握手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然后来问我说你真的是直的吗？然后我就说对啊，我当然是直的，你看一下你身后的嘉兴路，我比嘉兴路还直。然后她就默默地拿出了手机说，但是嘉兴路是弯的。我说你闭嘴。就是性格里面有一
种固执的情绪在里面，这也不是不好，可能运用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加就是精益求精在做事上面，就还不错啦，就是这样，谢谢。耶、yeah. ！正圆、椭圆、半圆，还有废弃圆。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TMH2 的废弃圆，谢谢大家来看头号新闻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谢谢。谢谢，我今天剪了一个特别丑的刘海，所以我超级不自信。剪刘海了？嗯，就是我一甩它就到眉上了，有点丑。然后关于花钱爱花在什么上面吗？就是最舍得花在什么上面？其实我最近在存钱，所以就没有怎么很舍得花钱嘛。我觉得我好像最不舍得花钱的地方是我的头发，应该我们全团女生都是这样吧，因为就是刘海自己剪，然后染头也是在剧场染，所以最不舍得花钱的地方应该是头发吧。这不是不舍得、哦、是不用花钱吗？我舍得花钱，我给我的头发买了一个2000块的梳子，因为那它有什么疗效吗？我跟你们说，它那个梳子超级神奇，它就是会发射光线，然后让你生发的。原来在梳子里安个灯泡，你给我2000块，我给你做一个啊！你给我植发吗？难道？我给您放那种七彩光环，每天都在那里梳，真的有用的。反正下次有用的话就推荐给你们。那我觉得我应该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头发吧？那应该是了。嗯，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那请后面小伙伴说吧。耶、yeah.。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郝金，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头号新闻公演，谢谢大家。耶！郝金怡，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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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啊，在哪里？谢谢。对，然后我的话，我应该是最会把钱花到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上。就比如说今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洗面奶用完了，然后我就去买个洗面奶，然后就发现今天哎呀没有衣服穿了，去买个衣服，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什么东西都缺，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然后每天都在质问自己为什么那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然后最近的话，我可能花的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吃吧。就是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我跟林淑琴住在一起，即使我没有钱我也可以吃到饭。对，这大概就是跟林淑琴住在一起最好的好处了。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盼盼陈盼，感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谢谢。然后我一般是用钱的话，就是在我不理智的时候，然后就会花掉很多钱。我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想，我看到这个东西，哦，好想买，然后马上，我就想，不行，我要节约。但是就是纠结了一番之后呢，然后不理智的，然后就把钱又花了。对，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毅，谢谢大家在今天的晚上来看我们公演，谢谢。耶、yeah. ！王毅，谢谢，
谢谢。然后花在什么地方的话，我应该也是花在外卖上吧。像我之前就是一天必须得吃好几个外卖，如果不吃我就会很难受，就必须得点。然后现在的话会多一个吧，就是什么化妆品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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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嗯，就这样，谢谢。哈喽大家好，我是 SN48 Team H2 的王宪婷婷，谢谢大家。谢谢。花钱的话，因为正好明天就出道一周年了嘛，我花钱感觉是以2018和2019年一个分界线的。我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出道不久，然后感觉到去年12月份，我都是一个正常的女生。那个时候的工资都是拿来买什么化妆品啊、吃的啊、汉服啊、JK 啊，然后这种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穿得越来越邋遢，然后买衣服也是喜欢买一些像程序员一样的衬衫，然后就穿裤子也是穿那种很大的运动裤，导致我现在身边朋友都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穿。然后我就剩下的钱全部花在追星、买周边、充游戏这上面，然后感觉就是过得越来越不精致了。还有就是最近喜欢把钱就是不用在吃的上面了，为了减肥，导致我前几天生病还进了医院，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吃饭，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NH48TH2 的倩倩李倩，欢迎大家来看头号新闻公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们鼓舞，我学长就快打李玉倩，谢谢李玉倩、我替旁边这个人来看你了，谢谢厉害。就是最近花在什么地方比较多，就是前两天我突然发现我房间很脏嘛，就不是说很脏，就是东西堆得太多了，太乱了。然后我又不想拿扫把和拖把扫地，然后清扫，然后我就是半夜嘛刷那个京东，你知道吗？然后刷，准备买一个那个什么那吸尘器好像，对。然后本来先看了一个清扫机器人，然后后来觉得清扫机器人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就买了个吸尘器。然后在我买完吸尘器没有多久呢，然后我又去刷了一个什么小红书，然后我看着，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口红。然后呢那个口红 Oh my god 太漂亮了，买它。然后我又买了两支口红，就在今天。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最受不了的话就是Oh my god 太漂亮了，很适合白皮黄皮涂了超白，哇塞，真的这几句话一说，我妈立马加入购物车清空，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反正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口红 and 生活用品还有去超市的费用吧，就这几样了，谢谢大家。看，今天又是个舒服的晴天。大家好，我是 SH48TMH2 的林舒晴，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谁想得空？谢谢。谢谢。
钱在什么用途上？嗯，我感觉我从业这么一年多以来，怎么了吗？不是不是，我工作这么一年多以来就一直都在存钱，我的那个就是把我的工资存起来不用它，就每次翻一翻自己的那个账户余额，就感觉自己很有钱。对，然后呢，然后如果我不是一个小偶像的话，我挺喜欢就是给喜欢的朋友花钱。对，像郝静怡他我请他吃外卖，他以后是要还钱的，但是如果是我喜欢的人的话就不用。记得那个下个月钱结一下。然后呢，对，如果是我喜欢的人的话，我就不是啊，就是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朋友，然后我就爆料他最近看上了一个我们队的前辈，三个字的，哎，你们自己猜吧。就是那种喜欢的朋友，就是那种好朋友，就喜欢给他花钱。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10块钱零花钱的话，我可以给我朋友花9块钱。对，然后好像就没有了。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的 UNIT 吧。耶、yeah.
着轻盈的脚步，轻盈的动作像礼物，在月色下你的追逐，回眸的笑容很酷， Kiss kiss me 也无法掩盖我的美，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别说没给你机会，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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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下的香味还是谁，这是我智慧的魔法，目的是为掩人耳目，我换身上你的制服，迷惑你对我的关注，一点点样子更酷， Kiss kiss me 也无法掩盖我的美，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我说没给你机会，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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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这是我智慧的魔法，差不多安排，用双手来掩盖，再哭迟到胆怯。
蒸汽火车隐藏在瞬间河道，你负责行动，我为你提供情报。我们是头中的问号，比翼类似的飞鸟，汹涌的暗潮，无声的行不行？炸弹在下手。
好，
受伤也不会彷徨，就算世界再疯狂，就算一路跌跌撞撞，我照样高傲抬着头，不需要谁来原谅。走吧，用尽全力去闯，不想我的旅程，越痛苦越要笑得更夸张，别再也不会迷惘，因为有你们在身旁，好不好？让我们永远骄傲的大步向前方。耶、我们 MC 二的话题呢，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会干些什么事情？对，就从李玉倩开始吧。他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思考，思考，就躺在床上，然后一般睡到下午几点起来，然后打开我的 iPad， 然后进行思考、沉思，然后看电视剧，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吧？哦，你呢？就很无聊呀、啊。人家还没讲完。就一个人在一起，反正就很无聊嘛，就孤独，孤独蔓延了整个房间，然后所以只能思考。是哈、哦。是啊。对。嗯。我们俩都是独处啊。对啊。我们以后可以超强交流。可以，我们之前也超强交流啊。许阳的墙也可以敲，我就两边这样敲、哦。上次我在房间唱流星雨，然后两边的房间都给我来了回应。真的吗？啊，是你回应我了吗？肯定不是我。那就是啊，孙珍妮或者孙珍妮吧。孙珍妮吧。我们房间有三个流动人。那你在就是日本的时候会孤独吗？我有一种访谈类节目的感觉。请问你在日本的时候会孤独吗？当你在留学生活在日本度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看着星梦剧院的大家有一丝的想念呢？嗯，其实我是非常想念大家的。然后呢，不能来上公演我很难过，然后见不到我的粉丝我真的非常难过。我泪流满面。愿意为你的粉丝每周花机票钱来上公演吗？其实以前的话呢，我还是愿意的，但是，不是，我听我讲完嘛，讲了半句话不让我讲下去。但是呢，现在你们也知道我没有什么工资，然后我，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真的，虽然我是有粉丝，可是你们知道我有一次直播3个小时收到80个鸡腿。啊、哦，好可怜啊！是不是因为你在日本网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就是我。我是就一般我们这种嘻嘻哈哈的人吧，就什么？对，就是我们这种人，其实表面上说啊没有关系，八十个不是的，我有关系，我说不是，没有，你们听我讲，你讲，八十个鸡腿，然后嗯。但是不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日子？有时间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明天直播有80个皇冠怎么办呢？哎，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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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思考，我说，哎，要是我有一点皇冠，就是我有一次第一次，我进团4年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他说我的妈呀！干嘛？我的妈呀！没事，Oh my God！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
出，这是一个感叹。我真的是我的妈呀！对啊，就是、这个。Oh my god！ 我进团四年了，我只提过一次最高档的鸡腿。哦。然后主要是那次我贴妆扣了很多很多税嘛，我发朋友圈，结果我发现。大家都提过，我朋友圈80%的人，就是80%，他们都说你要提几十万的、20万那档，不能提最高档。然后尤其冯思佳，冯思佳给了我最多的建议。谢谢冯思佳，谢谢。然后从此之后，我就知道该提多少档，虽然就也没有鸡腿嘛，80个鸡腿，再存个4年也差不多还能再提一次吧。然后。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想象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直播嘛，直播完之后就关完直播，关完直播之后就开始偷偷的抹眼泪。好惨啊！我没有办法，我不是，而且我有一次直播，我真的差点哭出来了。我看那个总榜第一名，他那个头上有个皇冠嘛，总榜就是头前最多。50个鸡腿，然后他买一个便当吗？他50个鸡腿能买个什么便当？他是个，他头上有皇冠，我点开50鸡腿，然后说啊，哎，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就是想要去，就是在皇冠榜首的话，去红配的直播，50个鸡腿就可以拿到第一，对，非常划得来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生不逢时。不是，就直播的话一定要挑好时间段，就是不能和 top 撞在一起。还有这种事？还有这种事？就是哎，你是什么课堂吗？那这不是跟你们说的，千万不能和 top 啊，算了，你肯定鸡腿拿的比我多。没有、就是、我都没有提过最高档。我一旦直播之前我要看一下有哪些成员在直播，我一看那个对标，然后看一下成员名字，我不认识的成员，我想好，我可以开始直播了。还有这种呢？就你们都不会担心这样？然后以前就是以前、YJY 还在的时候，哎呦，就没有，哎呦，你的生活也太惨了吧！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没有，他每次他。昨天我还和他一起直播嘛，但是他可以提吧，别扣我，别扣分啊，我就80个鸡腿，别扣分啊。然后就是昨天我们还一起直播，他拿其他软件直播嘛。这不能说啊，好，对不起，反正就是他以前和我一起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同时开啊，还有江山也是，我和他同时开直播，我们俩就两个手机放在这边，我直播了10分钟，他直播10分钟。我3000人1000人，他都5000人了，就是，但说明就是没有啦。我觉得很多4000人都是去他那边听我的声音的，就算不是，我也会发出很多的噪音。对，我们以前直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直播，然后大家就看到皇冠说，现在送我皇冠，然后那边就现在送我皇冠，然后我其实谢谢。此起彼伏的声音。对，其实你就是我们此起彼伏了。哟，我的妈呀，此起彼伏的声音。对，然后就会有这种就是啊，可能你感受到。对，我跟你讲，我感受过我那个我过生日的时候收过很多皇冠，而且还有那个双十一的时候我收过很多皇冠。双十一我们体现无半价的了。我跟你讲，我双十一时候收到11个皇冠，啊，收到了11个，快点给他鼓掌，啊，不容易，你可不知道，祥一卓他收到过多少个皇冠，你可不知道袁一琦他收过多少个皇冠，你可不知道，你可不知道，你可不知道呀，对，你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家请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哎，袁一琦，啊，袁一琦。别讲了，算了，啊，没事，收皇冠收到手软了吧？没想讲吗？我给你机会的。就不让你难过，别表我，不让你难过。所以说，我们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
惊讶我的梦，别怪伦敦三月的风，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一喷用人心就骚动，心像裂缝，就像火种点燃惶恐，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掩饰不留痕的刀锋，所有受够，别对我说你知道错过，说你就是说
是有生猪吗？有吗？有吗？哎，没有生猪。协和卡就是有生猪吗？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傻？啊，祝我想想，祝夜空中最亮的三叶草生日快乐！谢谢。我真记忆力真好，来吧，还有吗？还有生猪吗？你好，没有。喂。季爆棚啊啊啊！完、啊，不是的，没事这个我们也可以讲讲。既然老天这么安排，那我们也无法挽回，要不然老天改变了主意，老天改变了主意。亲爱的你，哇，如果世界出现丧尸了，会跟谁一起逃命？哇，那我们从那边开始说吧。好，好，那边是谁？盼盼，我暂时还没想好哎。你会背着竹子跑掉吗？背着什么？竹子，竹猫啊，熊猫，然后跑掉。这个可以有。对，我暂时还没想到。那你要不再想想？甜甜呢？我如果要逃命的话，应该跟盼盼吧，因为我最近就是。玩那个吃鸡、哦，对，然后会跟他们一起玩，然后他就感觉像那种医疗兵一样比较怂，这种，这样可以，就是我死的时候可以拉我一把之类的。对，怎么了？让他先出去挡枪吗？拉得了你吗？每次都是加油，你可以，特种兵。你是想让他先出去挡枪，然后你在后面补枪吗？先放个烟雾弹。那你有什么？你要拉谁一起？我要拉谁一起啊？我要拉王心妍甜甜替我挡枪。真的吗？我以为拉了王心妍甜甜跟你一起逃命。没有了，就是像吃鸡的那种场景一样，我在那个房子里面窝着，然后我说你出去，帮我先引走他们，然后怎么样的？我帮你远程挡。我出场费很贵的。啊，出场费很贵啊，那算了。啊，我没有吃过鸡，不太清楚情况。那我如果丧尸事件嘛，我感觉我丧尸我肯定不会死，因为我觉得。肯定王毅又在会在凌晨四点狂敲我的墙壁，隔壁的林丹不要睡了，要睡了。然后做过这种事情吗？没有。王毅肯定会救我的。然后我的话，我感觉丧尸出现了会跟谁一起逃？我觉得我就自生自灭吧。我觉得丧尸这种东西跑也跑不过。啊，算了，太丑了，不想被这种东西杀掉，还是跑了。你呢？你有什么怎么想？我可能抱着除夕跑。不，除夕和坨坨你选谁？坨坨吧。就是好像是老弱病残孕丧尸是不是就不会吃它了？因为我记得坨坨是老弱病残孕，我说坨坨看着像个孕妇，讲不定丧尸就不会欺负它了。对，好像也有理有据的样子。如果丧尸变成一只猫的话会怎么样呢？丧尸变成一只猫会被盘死，会被人类盘死。它变成一条狗。飞行员呢？你看起来跑得很快的样子。你也说了是看起来，就是如果我觉得逃，如果被丧尸咬，你会拿箭射他？那发挥你的专业。我觉得如果丧尸大家一起跑的话会比较危险。对，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人被咬了就、如果丧尸来了，我们前面跑，你在后面，不要吗？讨厌啦！不要咬人家啦！飞行员。飞行员，你是这样的吗？这丧尸吐了，是不是太恶心了？这样我们就生存下来。你们是魔鬼吗？让你现场表演一个。我怕全场都吐了。不会，不会。哎，孙山等着。因为我之前一直被就是队友吐槽这种莫名技能，就他们就总是说我在撒娇什么的，然后今天我看到飞行员有这样，我感觉找到了知音。好，继续你可以表演了。你好像找错了。你们是这样的吗？他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撒娇的话他就丧尸会吐的意思。为什么你不会撒娇吗？因为他们说太恶心了。不怀好意的笑。发令纹会发卡粉。那王毅呢？我的话，哎，我还没发表我的意见呢。哦，你还没发表。就是说你带谁？我谁都不带。因为如果我们比如说比方讲我们这样一排人跑，嗯，有一个人被抓住了咬了，然后我们大家肯定会去救他嘛，然后还没救他，还没救他的时候，他会被传染吗？那对啊，他会被传染，那他肯定会第一时间来咬你们，就咬你身边的人。没有那么快被传染吧？有的，他要挣扎一会儿吧。对，他还要原地变个身呢。
知道吧？变身的时候我们就丢掉他，我们快走。但是我觉得还是丧尸来的时候单独行动会比较好。我觉得拉什么摇跑比较好。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一个韩剧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釜山行。釜山行吗？对，一个是釜山行，还有一个是说一个那个主君他变成了一个僵尸，然后国王。没错，就是他。然后就是如果有大家王国，对，我说的就是王国。对，他说的就是王国。然后就是一起躲在一起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被传染了，就会一船都完蛋。那是因为他们傻呀，他们不信呀，你知道吗？就这故事就是说，里面有个人被传染了，有个人说不要把他留下来，把他给埋掉。然后那些人啊、哎，怎么可能？你有病吧？然后他们就被传染了，说明脑子不好就会死。像我们这么聪明，对，除了王毅。对，我也很聪明的，好吧？那王毅你会带上？是啊。我聪明的王毅，你要带上谁？带上谁？除夕太可怜了，我带着他吧。你说他这么一个小毛孩，没有妈妈的照顾，你说只有我的对吧？然后我爱犯了。然后费全你都不带吗？对啊。哎呦，他不是说他单独行动了吗？看看，都是因为你。好，你了。我怎么突然？我觉得带的话，就带那种看起来战斗力比较强的，就比如说、这个。但是你要考虑一个情况，你带人家不愿意来啊。宋雨珊，你带人家，我说战斗力很强，就是感觉气柱一看就是那种。我可以。带我们。气柱一看就是那种女的，她就是哪种？丧尸都会怕的。就是对着丧尸冲啊！嘟嘟嘟嘟。那种最后扛起钢炮的那种，我觉得气柱突然对，然后气柱咚，我要爆一个料，刚才探戈的时候我跟气柱说，最后我们 ending 的时候，那我们就来一点就是偶像剧式的甜蜜的小打闹吧。甜蜜的吗？原来你想要就是那个，哇，他那个不是吗？不是，我不知道啊。对，那是往死里打。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你要的是凶残一点的呢。对，真实，太真实了，太真实了，这种动物世界。对啊，动物之间的扼杀。是我没有解释清楚，好的。可不嘛，我一直以为我俩是那种对抗面，结果我们俩很甜哦。我是那什么，我是本来设想的是怎么比较温馨的画面。对，这样子哦。好，接下来猫和老鼠吗？你们俩是猫和老鼠，温馨吗？夹在面包里吃掉。啊，我没有看过吗？看过，对吗？就是把小老鼠夹在面包里面，然后汤姆就要吃掉。哦哦，不是你那天也看了呀？对啊，我们那天不是一起看了吗？真的吗？对啊。你们成天在我隔壁看什么呀？我在看。那七七呢？七七你我也没有特别想，但是我想一下，他自己就可以。对，我一个人，我一打十，是吗？就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要是跟张欣肯定特别好玩。张欣啊，大家好，我们今天丧尸。带我们去弄，他肯定知道我之前拍过一个狗，踩了个点，那个地方可能有很多食材，对吧？他是实战性比较高的。哇，战斗女神，对吧？而且他打人应该也挺厉害的。没被打过，不知道。你们两个可以 battle 一下。那听了那么多，我觉得只有七宇珠大概可以活下来。对呀、啊，而且对。对，那我也可以活下来，我带他一起。好的。我拒绝啊！你带我，我不要啊。不要吵。那你还是死啊！不要吵架。那我们听。他把你当诱饵了，把你推。那我们来听一下下一组吧。好。Yeah. 谢谢。没有。笑死我。也没有。还没上。
们哎，我们就这样子的人感觉很神奇。这是什么？干什么？哎呀，完了！等一下。哦。哎，我叫什么名字啊？这好紧。啊，我知道。谁有生日祝福吗？啊、现在有、啊、有的下去了。你先。来吧来吧。有啊。我先讲嘛。祝一加一的小骑士生日快乐！好，谢谢。虽然我也知道他是谁的单推王啦。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忽略他，还有一个。嗯，祝小新 Sunny 生日快乐！你生日快乐！好，没了。嗯，祝 ID 叫。人家最喜欢中迪华了啦，祝你生日快乐！啥呀啥？好主动啊！啊？还有吗？没有了，我们开 MC 话题吧。好呀，那我们来吧。是什么呢 ？MC。话题话题。哎，醒醒醒醒 ！Hello。是还有谁生日没说吗？醒醒！还有谁生日吗？是谁？是谁在唱歌？没有来吗？没说了就下台扣钱吧。现在先 MC 吧。没有说扣台。记一分。哦。耶、yeah。来控台，今天要扣钱了，控台，控台。控亲爱的。亲爱的。啊？哎，真的就换了一个。哇，现在真的好迅速哦。好像是点错了吧。在线。入团面试的场景，啊，现在小泳衣，哎，我们俩一期啊，啊，对，我会找你，我呢，哦，你也是一期，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有表演课，你们那时候有吗？我们那个时候有表演考试，真的吗？对，你们没有啊？没有哎，没有哎，我们五期啊，黄金，我没有，低调一点，怎么啦？黄金上面还有星耀和王者呢，哈哈哈。那我们怎么搞？我们要不要来一次场景？比如说有王总、陶总、叶总那种。你们那边是就是之后几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没有中期的感觉，没有面试。你们、啊、他没有面试，他怎么回事？他是优秀特招生。你什么？我们他是特招的。我们没有中试对吧？谁和谁是特招的？你是特招的，没有啦。你是什么？有什么？所以我要。那你当王总来吧。好啊，好好。哎，我一直很好奇特招到底是怎么招。对啊，你讲讲你的经历吧。你是怎么被特招的？特招就是就这样进了呀。你就说嗨，我可以来吗？他说可以，这样子吗？进来。不是这样子吗？你是有星探说，哎，小姑娘长得不错啊，来一下吧。我们公司有星探吗？哎，有吗？没有吗？谁啊？没有。叶总职务太多了。那谁是王总来着？我，你是王总哈、啊，你是王总、啊，那我当陶总。啊？还有陶总，陶总是什么？不要！陶总是王总是选人，中陶总是淘汰人，陶总是就是干嘛？看陶总，我们就不要说人家总总的名字了吧？对呀、啊，要么你就当，那我们就一二三四五。啊，几个总吧，就哎，我当马老师了，哎，还有一个叶总当马老师，叶总谁要当？叶总谁要当？叶总和陶总，我当，你当、啊，你打我，你是什么总？你居然敢打叶总？我陶总，他你是什么总？你是什么总？只有王总可以打我，你知道吗？马老师可以打所有人，我不服，是吧，马老师？哎，真的，马老师还去敲你房门哎！嗯，不会的。他真的，我还差点骂人。我一听马老师的声音，马老师说：“许阳这个大骗子，真的。”今天吗？对，今天。哦。嗯，好，我们开来吧。我们轮流当嘛，不可能大家都要那个。因为都要面试嘛。对。有想面试的吗？其实我没有想面试，我就想面。其实我也不想面试啊。那我来吧。那你们你来面来，婷婷你来。你面吧，来吧。老总，你去哪？我想看一下。王总来，王总，你喝茶来。那么，我们三个面试吧。哎，你是面试的，我们当时没有中试，
啊，我们没有中式就进来，出事就可以了，放心。就很草率的，这个就他非常草率，很草率。嗯，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放轻松。那你们就 CKG 都是出事吗？嗯，对。就还有不用面试的。就 CKG 就很草率。那你们唱歌跳舞了吗？哦，不行，不对。那你们唱歌有唱歌跳舞吗？自我介绍。也是很草率的，就。那你现在草率的来一遍，来吧，草率的来一遍，草率的来吧。那呀，我先一个来吧，一个一个来，你先吧。就自我介绍，然后来自我介绍一下。来，你来吧，开始。快点，开始。我跟你讲，舞蹈跳的不好，滚出去。马老师，马老师，不要讲。我有一个问题。好，我啊，就是。哦啊，你王总没那么多话，王总没那么多哦，他是王总，王总，王总是我先进场，我先进场，那那开始，你先进场，好的，哎，抽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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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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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个女的总送什么烟啊？哎，我跟你讲，这个司机就是他了，对你就是 center， 马老师。他 center 好吗？预定 center。马老师不抽烟，马老师不抽烟。你是什么？哦，我不知道哎。你当小朱老师吧。哦，那是一个温柔的角色呢。哦、那我知道王总有话要说。我讲说话。你是什么星？啊、他是王总。那是我假我、啊、王总二号。啊、星星王总，你是什么星座？星座，星座，快算星座！你又不跟我谈恋爱，你问我星座干嘛？那我。我们这里招人是要让你跟大家谈恋爱。啊、我来问，我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淑琴。你爸叫什么名字？好，过了，过了，过了。林淑琴，哪里人？哪里人？我干什么？哎，吓死了！过了，过了。哎，那我就那个不唱歌也不跳舞了，对吧？这个资质可以直接当 C， 可以了，是吗？可以了。哎，你这个总很深得我心。啊，谢谢谢谢。你这个总深得他喜欢。你也能表示很开心。不错，下去那个让人派个。年终奖给你，年终奖，然后就没了吗？我就过了吗？那当时你面试的时候有唱歌跳舞什么的吗？有呀。哦，那你唱一下。那来吧，来吧，你干嘛撅嘴啊？你看看我，我要看看你的舞蹈，快快跳，跳一下，来吧，搞快点，跳的不好会盯你的。对，我不想跳。你不想跳？嗯。快马上让他滚出去！你不想跳？马老师，马老师带你，马老师带你，马老师，怎么回事？这个总。真的好打酱油的一个组，就是你不想跳是吧？啊，你舞蹈是不好是吧？是吧？啊，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好。我跟你讲，舞蹈不好，那我滚出去。我喜欢这样的马老师，弗洛斯，弗洛斯回来。马老师不行，马老师请坐，请坐。我就声乐怎么样？还深得你喜欢吗？喜欢，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就说啊，你们都放我过了啊。谁不放我过的话啊？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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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立马一通电话，好害怕哦！我跟你说，我直接垄断中国的女团市场，帮我们条生路吧！好了，我过了啊！过了过了，去吧去吧，王总，让他过吧，王总，看他都带翡翠来面试了，我们下一个绝对不让他过，这个就让他过了。好好好，再见啊！下一个一起蒋淑婷。蒋淑婷是哪一位？进来，蒋淑婷，蒋淑婷，各位评委好。哎，你这个年纪不能来了吧？你说，快来问我。啊啊，我叫蒋淑婷。哎，你发育的不错。等等，不要讲话。啊，听我讲，我叫蒋淑婷，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Aris。Aris。啊，我刚从对国外留学回来，然后普通话还没很标准。那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团呢 ？SH48。哦，因为我还小，14岁嘛，想进来当次时代。对。不错，不错哈。那你给我们表演一段才艺吧。我想看一下，就是你有什么，就是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次时代的那种优势在哪里？毕竟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次时代。我们这里有一个优秀的次时代洪佩瑜，你觉得你比他好在哪里？我们还有费庆元啊。对。哦，对。费庆余少的吧，四七年。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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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舞蹈，舞蹈我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国际上参加过很多比赛，然后我小时候从小我妈就带我训练，我还是襁褓的时候。对。哦，那你会唱歌吗？什么？你还是襁褓？那你会唱歌吗？唱歌。啊，唱歌，
会啊。啊，来吧，来吧，开始。唱什么呢？随便啊，你最拿手的。你这个总王子都说开始了，你还在说什么？啊，那我就唱一首比较有名的吧，我们这个团里对。逐梦逐梦逐梦演艺你走演艺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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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你走我们是什么圈圈圈圈圈圈的少年你不会有点舞蹈动作的吗我觉得我需要就看你就是舞蹈加上歌的这种感觉还有 rap 会不会结合来 freestyle 会 rap rap 对哦里面是有一段我记得爸爸妈妈说不许爸爸妈妈是不许不许阿姨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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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班里暗恋我的小阿哥告诉我为了梦想应该拼搏必须拼搏我是这么想的啊还不错还不错好认真了这个小孩你这个小孩非常不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yeah? 你有学业问题吗就是我刚刚说因为我国外在我觉得你如果想在我们团内发展我觉得你觉得学业那边需要放一放那是当然因为当次时代忙嘛然后OK 进了哦是吗这么快、okay. 那大家什么看法吗什么看不是说这个不让他进的吗都是可是我这么优秀再考虑考虑我没有跟你说话闭嘴你的跳舞吧还需要再提高一下对还没看呢但是我今天就不跳了对对后面还有选手你不跳了那你滚出去吧哎看着我这么优秀之前我说的话都是放屁吗对吧考虑考虑好吧好吧好吧看在你就是身材还不错的份上谢谢好再下一个下一位下一位最后一位选手了谁呀、啊？哇，这个人他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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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过了，过了，过了，我好不公平，太好看了。哎，这个你就是那个和他轮 C 可以吗？不要，不要和轮 C 啊，就让他当 C， 我开心、啊。那刚刚那个呢？不是你几几年的？刚刚是什么来的？我几几年的？哇，我九九，九九，你当次时代吧，九九刚刚那个算了。啊、是吗？哎，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吗？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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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大家好，我是郝静怡。看我，看我。哎呀，真好。你是谁呀、啊？我是王。你是你。他是王子。我是王子。啊，你来自哪里啊？哦，我是西安人。哇哇哦！过了，过了。我觉得我入团就是唯一的优势，也不算是优势吧，就是可能是我是西安人。为什么？哎呀，这你都不知道啊？怎么在公司混呢？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啊，我还以为王总是。我错了，王总是上海人。我上海人。我知道啊，我觉得你这句话讲的不是很对，因为我一般来说，我觉得上海人看着比较顺眼。不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西安人在我们公司受推的只会有一个。就是你前面会有一个大坎儿，就是你怎么跨也坎儿、嗯，没有关系，跨也跨不上去的那种。我愿意等，你愿意等。很有想法，可以了，可以了，次世代就是他了，我觉得他很有勇气呢。那马老师需要看一顿吗？哎，没事，歌舞不用问了。那声乐，声乐老师，声乐的话有没有什么要唱歌什么的吗？你有资格问人家声乐？我要声乐老师问干嘛？我唱歌不好听、啊。你是相声老师吧MC 说的怎么样你是直播老师专门教人家直播拿80个鸡腿的哎呀80个鸡腿不是鸡腿80个鸡腿要8块钱呢是的可贵了要8块钱还是8毛钱8块钱那声乐老师有什么话要讲吗声乐老师觉得其实声乐还是挺重要的请问你会唱歌吗其实我会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团里有一个前辈好像叫江山前辈吧我可能唱歌跟他、哦、对江山前辈唱很好你觉得你前辈那唱歌叫一绝呀、啊、你跟他讲你觉得你唱皇家文章能比过他吗你有这个自信吗没有吧没有啊，很好，这种态度比我略高一筹吧，嗯，略高一筹，谦虚很谦虚，比江山高的也很少啊，所以说他应该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也觉得，对，就是，那你过了吧，过了吧，过了，过了。哦，真的吗？好了，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跳那个《夜之中鸢》，哎，跃上场，好，好的。那先，那你就来吧，来吧，你就来吧。我是一个。
起去吧。哎，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剩下的两个上，快点给你们听吗？坐一起去，一起去，快点。你要听，你要听，你们三个 PK， 他选了。什么？来，他往这样继续。啊？对，你们三个那个。你们三个一起，对。一起，我们来看谁的表现力比较好。嗯，对，谁是次时代？那我可能还是比不过林淑琴那位选手啊。啊，没关系，你们三个试一试，快快快，蒋志林。什么什么啊？比什么 MC 吗？那个音乐。比什么 MC 啊？音乐。学过啊，来吃饭了，吃饭已经吃饭了。站中间哈，林淑琴。给他们一个副歌，一个机会，怎么样？副歌，你们两个去，你们试一试，快进副歌吧。他们能听到这个声音有点困难。啊，我带我领舞，你们跟我学好吗？来领舞，领舞，快点。这小朋友很。哎，到哪了？马上。第几届那个特招生就结束了？二十届。啊，第二十届，还有居然还有二十届，然后哦，太厉害了。然后我们招到三个精英学员。然后我有个生日祝福，我刚来就有啊。然后两祝新元一马，新元一马生日快乐，耶耶！这样啦，希望更多的美丽的少女来我们星梦剧院生根发芽。哇！接下来请欣赏接下来的节目吧。耶！经历破碎的大地，蔓延遍地的荆棘，最重要的东西它到底在哪里？就放弃了拥抱太阳。
原来我们也都一样的败给了欲望，直到最后遍体鳞伤才发现你已不在身旁，原来我也不过这样快被机会投降，真知才已充斥了回忆，
on the top. Come, this song, break it all free.下面请欣赏最后一首歌曲 Honor。Bye.
出你吧，和那温柔的火焰绚烂着你我他，强多不害怕的话，不怕风雨后长大，我要你相信我这一天说的话。可以擦个汗，哎，真好像好久没洗了，不要擦了。是谁？甜甜。甜甜。我是甜甜。接下来还有投票和击掌环节，请大家踊跃参与。三二一，青春树。